美方时不时就会发表这种以己夺人的错误言论，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没有看清世界和平发展大势，没有走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，其所谓维持决定性优势，无非是想一家独大，继续以霸权行霸道，谋一己私利。中国绝不走追逐霸权、国强必霸的老路。 如果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那就是做更好、更强的自己，不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能力，为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。